台湾旅游业龙头雄狮旅游集团成立于1977年，经营的旅游路线遍及全球各大洲，是台湾出团量最大的旅游业者。雄狮总公司位于台北，并于2010年打造全新雄狮集团大楼。针对不同楼层单位的视讯应用需求，雄狮采用了多款 A10 Vanquist 系列专业影音方案，以提升系统整合及管理效率。首先，让我们来看5楼区域的环境与挑战。雄狮为了打造良好的办公空间，分别在5楼公共走廊的天花板悬挂6台电视，以及在开放式会议区装设3台电视，用来播放风景或旅游影片。由于影音来源设备都位在6楼机房，雄狮需要一套可以长距离传送多组影音讯号至多台荧幕的解决方案。针对此需求，雄狮采用 A10 矩阵式影音整合方案。该方案是由 VM0808T 八进八出 Cat5 矩阵式影音切换器，搭配 VE300T Cat5 影音讯号传送器及 VE300RQ 影音讯号接收器所组成。为了让新成立的传播事业处同仁收集更多资讯，以发展自制旅游节目，雄狮特地于5楼该部门规划了一套由9台荧幕组成的电视墙，全天候播放其他频道的旅游节目。雄狮需要一套视讯延长方案，将位在6楼的机上盒讯号传送至电视墙。针对此需求，雄狮采用 A10 VE022 迷你型 Cat5 影音讯号延长器。由于机房影音来源设备众多，雄狮需要有效整合不同类型的设备，并弹性切换各种影音来源。雄狮选择采用 A10 CS741 四副 PS2 KVM 多电脑切换器来连接与整合机房设备。现在，让我们来看 A10 方案如何应用于雄狮公司的环境架构。 A10 矩阵式影音整合方案将来自6楼机房的4组影像讯号，透过4台 BE300T 传送至 VM0808T， 分别由8组影音输出副及1组附加的本地端输出副，将讯号传送至9台 VE300RQ， 再将讯号延伸传递至5楼公共走廊及会议区，共9台荧幕。为了将6楼机房的机上盒讯号及自制影片传送至5楼的电视墙，雄狮共安装9组 B1022 迷你型影音讯号延长器，透过 Cat51 线材连接，将机上盒以及电脑影音讯号跨楼层传送至电视墙。此外，雄狮采用 CS741 KVM 连接整合机房所有设备，包含电脑、影像记录器及机上盒，管理人员可从单一控制端切换不同设备。A10 矩阵式影音整合方案可长距离传送多组影音来源至不同地点的多台荧幕。 VN0808T 具备 A10 独家自动侦测现场技术，能确保不同距离的影像在切换时维持清晰。另外， VE300RQ 支援独家 DeskQ 抗色偏功能，可校正 RGB 讯号，解决长距离传输的色偏问题。 VN0808T提供多种便利方式存取来源设备，近端可使用前端面板按键，远端可透过网路 GUI 画面进行控管。 A10 VE022 讯号延长器体积轻巧，可轻松架设于电视墙后方壁面，大幅简化布线流程，并节省使用空间。 VE022 采用 Cat51 线材连接，不但可免去笨重的 VGA 连接线，并能传出讯号最远端150公尺。 A10 CS741 KVM 可连接所有来源设备，管理人员可从前端面板按键切换不同设备，并能从单一控制端荧幕上监看不同设备的影像内容，确保影像播放无误。 A10 Vanquist 专业级影音整合方案不仅能满足雄狮对于长距离传输高品质影音讯号的需求，
其所具备的高弹性与高整合性特色，更能协助雄狮方便有效地存取切换所有影音设备，提升整体管理效率。